8500，49.5，然后10.4。这个可以，这个要8500是吧？嗯，它这个可以直接佩戴，或者直接带雕刻都可以。哟，这两扣子不错。嗯，这两扣子。呀，这一看这个，嗯，这两扣都是厉害的。嗯，一看这两扣子厉害的。嗯。苏哥好，苏哥晚上好，苏哥晚上好，苏哥啊。哟，这两扣不简单哦。晚上好，苏哥。这料子现在市场上都找不到，那个啊，是，这料好。嗯，23.9，6.4。这多少钱？这个，这料是好，这飘兰花飘的真好。3万5，3万5。果冻料，这个果冻料，重冰的料子，重冰重水的。但是这两是同块料是吧？嗯。嗯。嗯。苏哥吃饭了没有？苏哥，那这个是货中，但这个也不差，是吧？这是花，这是货中吧？这是货头。货头料真好，果冻呢？嗯，真好。等会儿，嗯，嗯，真漂亮，35000是吧？那3万5，这扣可以精致，23.9，24，6.3的，非常饱满。这个啊，料子跟水墨画一样，哥哥们。啊，这个呢，说实在话，确实是不错的，哥哥们，东西也好，嗯，品质也高，真可以。漂亮，嗯，真好，嗯，因为它这个哥姐这个品质在这摆着了啊，漂亮的哦。35000，这个万左右可以机会？那没机会，没机会。啊，哎，这个扣子大家看有没有喜欢的？精品这个，嗯，这要是再大一点的话，我得挺，别说30了，你要是28的话，得更贵，哥几位。我感觉28的，这是2224，你要是28的话。35000这都能买不到，买不到，那我知道这种扣子，这个可能说哥姐们视频里看不出来多那个，但这个实物是特别美，实物是特别特别好，实物真的，实物是特别好，
品质啊，各方面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这件东西是真好。真漂亮，唐姐好，唐姐晚上好，唐姐，对，唐姐晚上好，唐姐啊。唐姐晚上好，一哲哥哥晚上好，一哲哥好啊，晚上好哥姐们啊，飘绿的这个，蓝绿的这个也算是蓝的，哎，这个是好，跟我水墨画一样这个料子，嗯，这个确实漂亮，嗯，看，晚上好哥哥姐姐们，料子，这种货真的是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确实是越看越漂亮，这个啊，就是它这个就是漂亮，就是好。实话实说啊，这个是，这个是白色的，这个叫如意锁是吧？如意锁。如意锁，这多少钱？这个3800。3800是吧？嗯。这个料，这可以，3800，这要3800吗？这个白色的是吧？白色的，差不多晚上，可以，这个料，这个如意色纯白色的，料的起锅非常不错。对，开去姐姐晚上好，苏哥，你说唐姐11点在哪里啊？现在晚上，在现在晚上11点在哪里啊？应该在，我想一下子，在哪边？在晚上11点的话，应该在哪边？对不对？这可以，是吧？佳姐晚上好，佳姐晚上好。对。对，澳洲，对，我刚才我在想半天，我说这个南边是哪里的？苏哥，对，澳大利亚是吧？对，再过4周放假，哎呀，开心了，这个生意凶龙多少钱呢？40.7，然后是21.5，然后这个是9.4。这个要900，这个是。哦，哥，你们这个可以的。这个真的。他这个纯毛货，但这个。好的，唐姐，谢谢姐，好的姐。好的，唐姐，谢谢。对。澳大利亚好，确实是可以。这不错，现在应该是冬天哦，现在那边，对，
再去看，是吧，苏哥啊？还真没去那么远了，最远就去过缅甸，其他的还都没去过呢，是吧啊？这是350啊？哎，这哪要900？别乱搞。这个料起油的这个料，料的好，胶感好，春天了好，春天好，对，春暖花开的时候快到了，漂亮这个，这边是满黄的，一点不露白这个，一点都不露，一点不露白。真可以，就这一个是吧？就这一个。这上面还做一个，他的工作的多，这是个猴子，是猴子吧？是的。猴子，如意，就这一点点的这个小如意的话，我认为都够那个，是吧？你看我堂姐，说的都好，对吧？我这么老实，你说是不是啊？哥哥姐们，对不对？这个350不行啊？这哪能？这可以推荐，这个料起锅好。这个你看，它是不大，但是这个是个精品。你上面，尤其上面这个如意，你看，我的天，这如意还是小起冰嘞，这一点点的如意，这如意真不错。坏不坏不用带，苏哥你说到一个看点，是吧一哲哥，苏哥，对，哟，这个漂亮，这是一个一品青莲是吧？莲花，这莲花真美，果冻料。果冻的。啊，这边是白的，这边带的黄底是吧？果冻的，跟水晶一样，这件货太干净了。这多少钱？这个6500。这6500，一看这就行家货。这个啊。拿手里一感觉就不一样，哥，你看，拿手里感觉就不一样了，是的，不用再明白的，这真好。这个莲花确实是精品，这两个都可以。你不看这东西不大，但是这个品质好。王老板，这开始货品慢慢都往精品上走了。都慢慢都精品。慢慢的货也好的了，是吧？是不是？可以啊，这一天天天播几场了？播个3场左右吧。下午晚上。上午不播。上午有事儿。对，秋月姐应该在吗？好多人带我，还是，是吧，苏哥？这是龙凤对牌。龙凤对。多少钱？这对。有点底色，这个。有点底色的，6500是吧？可以，干净清爽。
6500这对确实可以，但是哥姐说实在话，他看到现在，我说句实在话，哥姐我比较推荐这个可以，这个期货，这个生意兴隆，这个满色不露白，满色不露白，色很均匀的，对，哎，这个是行家精品货，这个工作是真漂亮。真心美的，对，真心美的，他这几个料子还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品质，非常好，对，东西非常不错的，对，对，料子确实可以，对，这个是个布袋货，多少钱呢？这个9800。9800是吧？9800的，后面是个黄皮。后面是个黄皮啊，对，这件是一刀切的千手观音，不是千手观音，九龙护主是吧？这个九龙护主50，然后是8.0。冰种的多少钱？这可以，这个料子可以，这个要25000。对，这可以，哟，这是高货是吧？哟，这个料真可以，种水好，虽然说灼心料做的，这就是个冰料。冰料。就是个冰料，就是个冰料，这个料呢，这可以，这个起锅的重冰的料子，还真不错，对，哥哥姐姐们都要注意一下身体，对，对，是的，哥哥姐姐们，这个财神呢？这个6800。6800，这个财神。当家哥晚上好，哥哥晚上好，哥晚上好，哥哥当家哥哥晚上好，这片扣真美，漂亮，这片扣，这片杆有内涵的，这个慢慢欣赏，这片扣真的，这手料做出来这个，这个得比那便宜点吧，是稍微便宜，这个你看货中都那么好，你看那个货头，哥你想想多漂亮，真好啊，这真好，对，谢谢哥姐们啊，有这小天使不错。
对，这小电池多少钱呢？这个6800。底色，这盘飘洋绿的。嗯，有这也可以。对，好多美货，是的，啊。行吧，哎，精品。嗯，这个料做的还挺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对。哟，这一对是，这一对是，春彩的是吧？嗯，春彩。春彩，这是一块料子，这是做的是一个白菜，给你们，白菜。苏哥那块观音盘子就是一绝，是吧，当家哥？嗯，这俩可以。哎呀，那等都是要遇的，那确实是那是缘分那种，有些货确实靠缘分的，都要遇，真的。我这里不是说天天有漏啊，因为偶尔的话，都经常会。货主有漏的，但是就是人家有时候货主他就愿意漏给我，是真的啊。这个多少钱了？这个要35000。35000，这35000是吧？嗯，这还真不如买这个偏扣了，感觉偏扣这是真的蓝水花的那种，它是吧？嗯，南水花的偏扣是真好，那必须的是吧，苏哥？那观音这个偏扣你看不大，但是这个品质是各方面都达标了，不管是从它种质方面、水头方面，还有这个底色方面、纯牛度方面、底妆啊，这个全部这个都是达标的，这个。真好，这个，嗯，这一条这个，这个大概要4500。它这个是个浮瓜，白色的，上面翘色的，嗯，这浮瓜也挺好的，42.2，16。11.8，这真可以，厉害了，当家哥，这把珠子。厉害厉害，这1500，那整不了啊，那这咱俩整这么好，这个350，这个能卖，这个真好，这个生意兴隆，料子，这个是个精品行家货，果冻的冰料，这个冰就跟那个玛瑙一样的这种，玛瑙这种，这个也漂亮，这个。怎么说呢，好的就是好的啊，不好就不好的。真漂亮。恭喜恭喜啊，确实。多宝的话确实难配，都得要找。跟翡翠是一样的，翡翠多宝也是要配的。哟，你这个蟹钳大。对。真是。澳洲大龙虾这种，
就是澳洲大龙虾这种，这还可以这个，嗯，这种呢，这是钱币是吧？嗯。这多少钱？这挺好的。这个蛮有意思，蛮有意义的这种。两千五。这是那个，翡翠的铜钱是吧？嗯。翡翠铜钱。这个翡翠的铜钱是非常不错的，哥姐们。嗯。可以，这个五哥真不错，可以，嗯，五哥真不错，冰种呢，这个这都是冰种的，980。哎呀，啊，五个呀，这一个得挣多少钱？这真不错，哥你们，嗯，嗯，确实。这五个冰种，这铜钱币真好啊！铜钱币真不错，当，当那个，车挂上面，甭管这个可以。铜钱币，它这做的是正好排的也比较好，嗯，980了，嗯。嗯，喜欢的可以收，哥哥姐们啊。这是金蝉啤酒，金蝉是吧？嗯。嗯。这个呢是个三角金蝉。真可以，这多少钱呢？这件，这个六千，28，然后是24，18.7，嗯，嗯，嗯，可以，4000块钱了，6000块钱了，这怎么贵这个？这你看料子，啊，蛮底色的。这竟然新做的吧？啊，新做的。看不到价，这个，这都6000多，你这个谈的话。那个底色多漂亮！6000多，这天，底色是可以，蛮底色的是吧？嗯，底色可以。但是你要是收哪，就这个偏扣真的是，怎么看都美，这个。这很少有人看懂，嗯，这个确实是。嗯。像这样的料子。嗯。这个确实好，对，这个属于行家货，这个说句实在话啊，属于行家货，不是，确实是。好的，唐姐啊，好的，唐姐啊，嗯，早点休息，姐姐辛苦了，辛苦了，姐姐辛苦了，唐姐早点休息啊，对，晚安，姐姐啊，对，嗯，
这件呢？2.5。哟，这个毛会打重兵重水了。这观音毛会打重兵重水，重装观音。54。34.7。5.5。看到，是吧，孙哥？这可以啊，这可以。重兵的这个，哎，这个杜牧可以啊，但是，不，这个观音可以啊，不是这个杜牧，说错了，感觉嘴瓢了这个。这个，他这个料就是这样写的嘛？嗯。啊？就是这样。买时候就这样的吧。买时候这个料就这样写的，这种地里生长的时候就这样的歪的。这不能再切了，再切的话就没有了，这种不适合切了。这是做的是个貔貅印章是吧？多少钱？这6800。6800是吧？这印章料也可以，印章料的，还都不错啊，对，都可以，这几个料的还都不错，这个。这是那个渔翁得利小摆件多少？纯摆的这种。这个要6500是吧？白色一般都是做黄的多，是不是？纯色的少，纯色的少，哥你们一般都是做那种，猪排是带色的，是吧？猪排是带色的，像这种纯色的料的确实少，哥你，确实少。这个是这件玉龙观音呢？这个要8500。这件是个冰种的玉龙观音，立体的，立体的玉龙观音，这个也可以。真不错。于姐晚上好，于姐。3000能中吗？这么冰的。这可以，这量起货，起货可以冰料。
料的各方面都其实不用说了，你看我就看这个片库，这个片库是真漂亮啊，这个片库，但是这个好家伙，这个万左右没机会吗？没机会。我都知道片库是不便宜，但是这个是个精品，像这种小的话也不便宜，我知道的。但不知道哥姐能不能看懂这个价格，但是这个品质是真好。嗯，你看，肉质特别特别的细腻啊，果冻料这种，有那种柔性也好，又有那种杠味，还带那种，它这种料子，确实漂亮，真好。这个有，如果说哥哥姐妹有兴趣，这个可以聊一下了。这个是绝对，这个是一个精品中的这种扣子啊，这种属于虽然不大，但是它属于那种小精品类的，属于精品货。东西是，说句话是真好啊，实话实说，真漂亮的。这个叶子多少钱？这个要两万八。两万八的是吧？两万八，叶子都贵。我是感觉叶子都不便宜。佳琪，你能看上眼的叶子？这个真好，它这个是蛋黄肥的，蛋黄肥的，蛋黄肥，这个料确实，这种漂不漂亮？抛出来的话漂亮，对，不错，料子品质各方面确实是可以，这个
对，你看还有这个，这个也可以。星月姐姐晚上好，星月姐，星月姐晚上好，星月姐。还有这个，星月姐姐晚上好，这个就是玛瑙底的，嗯，这个是就是玛瑙底的，嗯嗯，这个也漂亮。你看它这个花，这个莲花呀，这个料子，你看它工整是那种，姐姐晚上好，是那种镂空的这种，各方面这种。工艺你看，你别看它做的比较那种满工的，这种立体感很强，主要是这个料子好，它这个料子，它这料子确实漂亮，啊，对，这料子确实是没得说的，品质货啊，确实是东西是没得挑的。这个莲花，这刚才说多少钱了？说多少钱呢？那6800吧。啊，6800的这个，6800的，老板说6800的没谈。这是个莲花，是个精品高货。嗯，这是莲花，这花真好，真正纯玛瑙的。这个是个精品行家货，这个。老板报6800，没价格没谈这个。它是一半白一半黄。对，真好。嗯，这个，对，嗯，这个确实是。左边的话，左边有一个，哎，啊，对，啊，左边还有个花啊，这个是吧？啊，我没看到。甘大晚上好，这个是吧？这个也是莲花。西月姐是说这个吧？哎呦，这个也漂亮。这是个冰胶料，有点底色是吧？这种是，这两个不一样，料的不一样。这也是吧？这多少钱呢？这6500。啊？6500。这6500。嗯。那还不如这个了。那这都贵了。这6800，这6500，这个看不到了，那还不如这个好了，它没有这个好。嗯，差一点。那这个性价比更高，那个、看不到那个，那这个莲花料子也好胶感，但是没有那个没这个水头好。啊，没这水头好。对，它都是，它都是老空老种料啊，对。好的，姐，嗯。这种我看2000差不多吧。2000哪能行啊？啊，胡大晚上好，胡大。2000不行啊，这个是个精品货，但这个也是个小行家货料子，小行家料子啊，对，也小行家料子，对，小行家料。还有这个浮瓜，浮瓜也漂亮。这个叫什么？这个平安扣啊，这平安扣是真美。对，有姐，待会我帮你看一下子。百硕的、几百的那种有没有？没有这么高的那种有没有？花没有啊，哪有那么没做吗？对，好的，姐姐啊，没问题啊。一眼扫去杠上的什么呢？对，他这个一摆，我一看这两是同一块料，真的是，真好。嗯，这是货中，这是货头。东西是好，这个。谢谢姐啊，嗯，那个是什么？那个，嗯，你端我抽一下吧。人家好多都是不错的货，平安扣是美，那是没得说的。平安扣是美啊，黄的话是，姐说这个吗？
这是花生姐，花生雕的是花生，雕的是花生，这有个，这是猴子是吧？嗯。啊，是貔貅还是猴子？猴子吧。猴子。猴子，花生，然后上面雕一个如意，这是个花生。林哥晚上好，林哥啊，梁大晚上好，梁大，花生花生。花生，这个我给他350，那个这个淡黄翡的，但是它不露白，就是色很均匀，就是色均匀这种，对，色均匀，就是王大晚上好，就是他这个也是无结构那种，这个是40.7，21，然后9.7，9.7，对，嗯，对，这种，嗯，江大晚上好，江大啊。就不露白，就是说那个总归就是个淡黄翡的这个料子可以，这个今儿啊哪啊，这个今儿288开个张啊，第一单嘛，王老板好久不来的，林哥晚上好，林哥好久不见，哥哥林哥晚上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哥哥晚上好，哥，对，林哥好，林哥好，对，看啥的，能不能整都整了吗？这多少钱？那个要4500。这个多宝可以啊，4500的，反正这两个是配色啊，烧的啊，也是翡翠，嗯，也是翡翠。晚上好，林哥，能不能第一单让给姐哥？我问一下老婆。嗯，你还问一下你老婆问题，这你做不了主啊？不是，我这。嗯。这可以，财神，好的啊，财神的，好的，林哥啊，对。嗯。第一单嘛，让一个了嘛。对吧，亏都亏一点嘛，林哥是说这个吗？开个张，好芋头，好芋头都开个张，嗯嗯，开个张，好芋头，好芋头，嗯，好芋头啊，是吧，亏点嘛，对吧，好芋头，嗯，好的啊，来，谢谢星月姐，恭喜星月姐啊，解答喽，谢谢王老板啊，对，这买不是买不到这种。8月23号，嗯，恭喜姐姐啊，不客气姐啊，林哥说这个来财神了，这个财神啊，对，他这个是一个一刀切的财神，是个冰料，带点淡淡的，这是蓝底是吧，不是蓝穷的是吧，偏穷的这种，这个财神可以，冰胶料，这多少钱，这个干净，这个6500啊，这6500，我刚才问过是吧，这是可以啊，没问是吧，嗯，棉花开的，后面一刀切，嗯，一刀切，这都是纯毛货，
都是纯毛货，纯毛货。这是45.8，我放下啊，45.8，然后是42.6，然后7.1的，没有纹，没有裂，雕这种款式少，基本上偏素面的了，这料可以做佛工的，可以做佛工。对，这料可以做佛工的，就哥，你看那个尺寸合不合适？那个，料子没问题，种也是老种料。老种料。底色满底色，干净。不露白。干净的。这个我没谈，这种料子也漂亮。我看哥，我看2600左右，啊？啊？你看这底色，这料子是不是？这个是好，这个料起货高，也是无结构的，化底无棉的，关键后面一刀切。一刀切，做这种料确实少。这个起货，这个料起货出来漂亮。起货漂亮。对，这料起货漂亮，我知道这种。哟，属于底色料的。这确实可以。他这个财神就是雕的比较，就是规矩一点那种，就是那种雕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偏素面的比较多。这个其实，你看后面，你看是不是？这完美度绝对高的，要能做佛工，他肯定要雕刻，要雕刻。能做佛工的这种，这种是不便宜的，这叶子也可以。这种底色料子，这属于底色料，是可以，就看它能不能卖了这种。对，就是哥呢，就看你能不能看得上眼，你能不能看得上啊？就是你能不能看上？它是纯毛货，花光这种起货出来，好的哥没关系啊。对，就是要先看能不能看得上眼，价格呢都是慢慢谈的嘛，对吧？好的哥，好的哥啊，对，这如意色也漂亮，这就这个大的吗？吉祥牌啊，就这一个大的，这多少钱？这个秒价。秒价2500。你胡扯，秒价2500，你又胡扯秒价2500。冰种药，这冰种的。哟，这观音可以。这多少钱？这个，咱1800漏了，漏个。这一刀切的。1800。一刀切的观音，这个。一刀切。对。这观音一刀切的。对，1800是吧？780还差不多。你看我，你说让我说秒价，我都说1800，你还要再刀。这可以，这也是化底无棉的这个，也无结构那种。
六的，57.3，嗯是24.7，这可以，这个先放着了，不错，对，哥哥姐妹有看上哪名，你们也可以说，对，看上，反正看上都可以说嘛，对吧？价格都是慢慢聊呢。这片库多少钱？哎，这个带洒金的，带洒金的。这个2500。这个是带洒金的片库啊。那可以，这个，这个可以。这不贵啊，这个，但这个片库。确实是桌面上就是眼前一亮的东西，料的确实是没得说。这小偏库留做什么？边手拍啊？边手拍啊？小孩带也可以吗？边手拍。小朋友带是吧？放那边吧。他这个也有桌面上有非常不错的货，人家有兴趣的话，或者看上哪都可以说啊。这刚才问是多少钱呢？就4000多是吧？4500。这也好，这适合姐姐们戴的这种。嗯。他这个虽然说小一点，就是瘦一点，但是他这个料子好。有点起冰的这个料子，这个糖果有点起冰的，家人们，这个可以，这个就是说它不干，知道吧？它料子不干，这是那个。冰种的小金鱼，这个开大好，开大好啊！对。这一盘都是佛功了，是吧？都过一下了吗？哎，小不小？过一下，我过一下，调调看，可有合适的。反正哥哥姐妹，如果说桌面上有看上其他的话，都可以说一下，或者有什么对眼话都可以聊。哦，那盘是大的是吧？哟，你这个小物件挺多的。小东西。我来瞅两下子。这是什么？这是花吗？什么花？这挺好看的。这牡丹花。这多少钱呢？这个1800。哦，这是牡丹花。就这样戴的。啊，对。这花也可以，这个牡丹花。
可以。这也不贵，这个。我看那边大的。哟，这几个都是大料了。哟，这还有个貔貅了。这貔貅多少钱了？这是蓝底的，哥，你们有点微蓝底的。它这个是有点那个偏微蓝底的，而且是起胶的料子。嗯，这个而且是起胶的料子。32，15.7，16.7。秋雨姐姐晚上好，秋雨姐姐晚上好，姐姐晚上好。这个貔貅漂亮，这多少钱？这个好，这个要12000。哟，这个16000是吧？嗯，这高货，嗯，这高品质的。这个料你一看都看出来了，哥你们，质感就是不一样。这个料子，你看，一眼都能看出来，哥，像这种品质料子。我不知道哥姐们能不能看出来这种品质。嗯，真的非常不错，那个。这件多少钱了？这个15000。这抛过光的是吧？嗯。这什么？这是个有点偏春彩的那个，如意。啊，这个是个如意。如意，这是个如意。这都可以，这盘能吃上，哟，现在货种的不少了，王老板。对，金大晚上好，郭大晚上好，哥哥姐妹好。对，
欢迎哥哥姐妹走进七彩石翡翠直播间啊！大家晚上好。这个不错，这个值得收的。你看，像那个紫都是起冰的料，紫色的，除了两，除了几个配色的啊，除了两个配色，这个不是一般那个。这种我知道，哥姐们，这种质量不一样，价钱也不一样，有贵有便宜的。但是这一串的话，确实不错，冰感好。这个冰感确实好。这一串，纯毛货，1500了。嗯。你看这么冰啊。啊。这么冰啊，我都说的卖价。嗯。确实不错。这个可以，咱们再哥哥姐们再欣赏一下这个，就是说这个平安扣，这个平安扣，我不说是这两个。咱不说是最贵的两件货啊，但是就这两个，这个偏扣往那一放啊，绝对比较耀眼。这个扣子，尤其这个，就是说，飘满花的这个是真好，果冻料，它这个质感、胶感、润度有杠味，这个都有。总过它飘蓝水花，它这个花色飘的比较生动灵活的。看这个，虽然说不大，但这个料子，你看，S 大晚上好，这个是真好，对，这个是特别特别好，这个品质，万左右，这没机会吗？没机会，没机会啊，没机会。那你要多少了吗？对，我都说那3万多的卖价。这真好，这个是个，这个平安扣，哥哥姐，你要慢慢看，慢慢欣赏，这个这得慢慢欣赏这个。这扣的是，真好。对，巩大巩姐晚上好，他也这个只是拉过光了，还没有那种全抛的。对，要是对，同一块料这种，一个货中用货头的。一个货头一个货中的。同一块料。品质确实是没得说。东西呢，说实话，哥，你们这东西也特别好，这个料，真好。漂亮。对，蓝火光，像它这种
他这种有异动感，有那种异境感，嗯，有那种异境感，对，有那种异境感。很难得像这种品质，你别看它不大，但是这个品质真好，这种料子，你看，那大的话这个又太贵了，这种，你看，没没，这种是翡翠，这种呢也属于那种精品啊，这种就是精品，还有这个，它这个是一个。莲花啊，一品青莲，这个料也是个精品行家料，这个是纯玛瑙底的料子，就是说我给哥你，就是说哥姐，我看的这两个呢哈，他，我不说哪个，就是我看这两个啊，一个偏贵，一个花啊，它确实是品质没得说，哥姐们，就各方面，从那种方面啊，其他方面，这两个是真的是。没什么挑剔的啊，除了就是价格没什么挑剔的，嗯，啊，反正大就是这么大，从品质方面是没什么挑剔，我跟你讲，绝对刚刚好，没什么挑剔的，对，嗯，那是真可以，对，嗯，那个偏扣都有光感都有的，自带的，那个、花也是漂亮。所以说，这个都是值得哥你们去收的，这个东西非常不错，嗯，是我是能看到价的啊，我是能看到价。如果说看不到价的话，咱也不会去推选啊，对，这是个雕是什么？九尾狐是吧？九尾狐。九尾狐，嗯，这也是个财神嘛。嗯。嗯。那这个财神多少钱？这个要6500。这也6500。嗯。对，这是一个新诺化的是吧？嗯。诺化的，那没有这个好啊，不，这个性价比更高的。对，确实，那个一刀切会更好一点，因为是种水底色的料子是吧？啊，它是满底色的料子，对，满底色料会，品质啊，各方面会更好。嗯，实话实说，确实是，嗯，嗯，因为应该是都能看到的，我呢是比较推荐这个的。扣的，嗯，看吧，这个大家，这个是精品货，但是这个不一定哥姐能看到价。那个其实我都不想拿，老婆就经常买。你要放那了吗？那俺扣的，我准备想送我姑娘。啊。两个吗？啊，一个。啊，刚好两个女儿嘛，一个嘛。那可以。把它包厢一下。那拿一个，不，你这一个花多，一个花少呀？就是说一个花多花少。你这不好种啊，我跟你讲。不好。你要两个一样的话，你送给你女儿，你两个女儿可以吗？对吧？你这有意见，我跟你讲，那肯定也都想要这个了。是不是？如果说你那个也花多一点都可以。嗯，对呀。
个不，你不要比这个也好，知道吗？那也好。嗯，我知道这个也好，这也好。但是人谁都知道是这个好，也都知道这个好。对，可以。包厢下的这个蒲安光包厢下确实，档次立马起来这个，嗯，可以，因为。怎么说呢？这种料子现在的话，这种飘花可能有，但是达到这种品质的话也贵啊，贵，也可能能找到，但是价格贵，嗯，有点贵。这料子，这只就出了两瓶空吗？出了三个，大的卖了。啊，还有个大的。嗯。要是两个大的，我都把留着，嗯，没办法留。板料出了吗？买的快，买的有多大？三十加的，那个有30多一点，有30大了啊，怪不得你大的卖过了。我说这种他们要的很高的，这种市场我问都很高的，32那大了，也是花很多的是吧？没有，那花比这个还差不多。那大的厉害呀！我卖了6万多。6万多。卖的也不贵。六万多叫不贵。这种品质卖6万多，我叫贵吗？我知道，然后确实好。去年卖的，今年卖的。今年卖的。嗯。料子今年买的嘛。啊！怪不得。他没卖，你是这两个价格叫的还更高点儿，啊对，是不是这意思？嗯，可以，他这个料子，其实这种料你搁进，就是大家都是懂货的，一眼都能看上。我跟你讲，对，谁就是说句实在话，谁一眼都能这种货，嗯，对，谁一眼的话我们都能看得上，因为这种。这种料的品质啊，各方面确实是不一样，好东西啊，嗯，挺好。这个呢是一个九龙户主，这个，嗯，这个是九龙户主啊，冰种的也是一刀切，嗯，这怎么做？想着这个灼心料做九龙啊。灼心料做久了，嗯，可以。还有这件重装，这件玉龙观音立体的漂亮，也是一个冰种料。OK， 这微料是吧？不是微料。我瞅一下子，哦，蓝水的，没拿起来看就像，对，没拿起来，我以为这就微料，因为仔细瞅的话，拿起来照灯都不像了，质感都不一样。这得多少钱？一个得多少钱？一个18000。蓝水料真的，嗯，这个。嗯，刘哥晚上好，刘哥，18000一个。
这件是一个财神是吧？这件是个财神。桌面上的货呢，我给哥姐们都大概都过了一下啊，就是说，大家有看上哪个的，咱都可以聊一下子，或者有喜欢什么都可以说。这个也是个财神，这个件多少钱呢？这个比那个好。9000吗？对，我这一看这比刚才拿那个立体那个黄要好。这个比那个好。它这个就是稍微。水头种水上面比较好一点，种质结构啊，稍微那点水头的话，比那个，刚才我们看那个茶黄色那个要好，对，比那个要好，明白吧，哥姐们？好东西啊，它确实是，就是一些，品质货，东西。这个锁。这个980个能中，这种锁。哪你看谁这样的锁卖几百？陈大好啊，吴大好，哥哥姐们好。这个如意锁，这是那种纯白色的，底下特别干净的这种。人不能，你不能卖吗？对不对？能，我能，那不是就我。人家不可以，你可以不就行了吗？可以。他其实这个财神呢也是非常不错，这个财神也可以。这个财神就是偏，主要是他是偏那种，哥哥姐妹啊。怎么说呢？偏那种，杨大好，他是偏那种，就是比较素面点那种，啊。这个呢？这个是。这个5800漏了，哎呀，漏一个，这是个龙是吧？龙，吸水龙是吧？吸水龙。都可以的，5800是吧？这不贵，这不贵。但是，说实话，他今天这场，你们说个推选的话，就是这个偏过大看，还有这个叫什么？莲花这个，这个料是真好，但是价格大家看看能不能看到？这个大家看，这个小观音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观音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的。底色料子，你说给他780这个观音，这属于，
也是偏那种立体，一天老式雕工的这种，还有呢，这个呢财神呢也是不错啊，还有这个观音是重兵种毛货，重兵的料子，起货这个也是纯毛货，一点光都没拉的这个，对，这种也是怎么说呢，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两件货，东西呢都是非常非常，值的啊，料子，对，东西是好东西，哥跟你说，那个财神加观音给你2000，是吧？那差的太多了啊！说什么？差的太多了。差太多了，不行吗？我哪能行啊？财神都不行。光那个财神都不行。光财神都不行，真的假的？真的，差的太多了。林哥，这个王老板说差太多了，换钱吧。哎，这差的太多了，那亏的太多了。刚才那还都亏了，这要亏，这要亏的太多了，这真的。你意思财神都不行？啊，光那财神都不行。那没办法了。林哥，那没办法，他说一个财神都不行。你看高一点嘛，看高点，让我少亏点，我都卖给你。那真的，我这来坐了一晚上，坐的我刚才那个亏的太多了，亏了。这个你让我亏的这么多，我真的。那你说这两个你加起来得要给多少？给要多少？这两个。啊。最起码不两个3500，最少让我少亏一点。你看这确实亏的太多了，你让我少亏点，要亏的我这事我都不敢来了。林姐好，林姐好。没机会。没机会，哪有机会呀？你这亏的确实。没事，林哥，王老板说不行，那就没办法，是吧？你看高一点，你看让我少亏一点吧，少亏一点我，是不是我？这俩都是无结构的。啊，你看这个零六幺子，你让我亏的太多了。料可以，对。等于你看亏的，快亏一半了，你让我怎么卖呀？是不是？你让我少亏一点。没事，林哥，反正你看对吧？你感觉合适呢，咱就聊聊啊。对，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那我们只能过了，对吧？能换钱吗？这确实亏得太多了，真的。啊？亏得太多了，真的亏得太多了。不是，换现金吗？这没有这样换的呀。对。吴大晚上好，哥姐妹好。真的，这个太多了，我都看着有点心。这俩不是一块料啊？不是一块的。有点类似，但不是一块。有点类似这料子。你看，反正也快下播了。就是，我也说快下播了，我还来还，对不对？就是好事成双嘛。再加一点吧，再加一点。能换钱能换钱嘛，对吧？再加一点，真的，我这亏的，我自己我看着我都心疼啊。啊。再加一点吧，真是，我这种，我都亏的，我刚才那个我都亏了，这又亏。是不是？哥第一次买银货，算了第一次买银货，大气啊！
哎呀，嗯，买一送一，就买一送一。下次我来了，你看支持。来，恭喜啊，林哥啊，谢谢王老板，谢谢王老板。林哥，下次我来了，你看多多支持我，垃圾垃圾啊！你看，记住，记住我的名字。没说，王老板，王生，王老板，真的，咦，这个家，嗯，行了，王老板都好久不来换钱吧，嗯，现在买财神送观音了，确实。八月，嗯，八月二三，嗯，我跟你讲，哥这门，除了这门，这种你在哪你都买不到的价格，我跟你讲，随便去看，真是买不到，这，嗯，45.8，42.5，45.8，42.5。七的，嗯，57.3，嗯，24.5，嗯，就加两个顶珠嘛，好的哥。好的哥，嗯，被两个顶住嘛 ，OK， 对，哥截图。心疼的，嗯，还钱啦，王老板，你说来了，你还坐一晚上，你得开个张支持一下嘛，对不对？王老板，该第一次买你货，知道吧？下次哥你得记着我。是吧？确实是的，哥啊，今天王老板确实是，今这两单出大血了，这个。嗯，嗯，嗯，啊，备注了，加顶住的啊，对，那就这个莲花，大家可以看一下的，嗯，有对的话，这个是个精品嘛，这也是个行家货，嗯，这个偏库，你这货种得多少钱？这货种？货种2.5万，这是多少？这是35000是吧？嗯，对。我跟你说的多优惠的。啊，但是这个得要，这得要，偏贵，好多不容易看到价，这个知道吧？嗯，我说实话，是不是？啊，偏贵确实现在。是不是？嗯。偏贵确实是不容易看的价，嗯，其实这对那个龙凤牌也可以，这对龙凤牌也可以，龙凤牌这对，对。现在地学呀，卖的我亏的不要不要的。换钱啦，王老板，对不对？这也可以，嗯，这也是诺冰种水的，这两个，这对龙凤是个诺冰种水的，这个料种水可以，也一刀切，这个比较显厚实，这个，嗯，嗯，嗯，让大家看，这个貔貅是真好。这个主要是料了，它这是偏白的吗？还有点紫吗？有点紫。啊，这个貔貅是挺好，种特别老，对不对？这貔貅种特别特别老啊，嗯，特别特别好哈，也底子也特别特别干净。都多少钱了？这1万多。这么贵啊？
一万五是吧？啊，还贵吧？天，我怎么忘了这个？不过这个底子确实漂亮，对，纯毛货啊，这也是纯毛货。先生，这种白色就跟那白月光一样，这种啊料子呀，料是真漂亮，润，质感好，这个是质感好，料特别润。其他看吧，这场王老板就收了啊。收了，下次再来，下次这样子我都啊，又不敢来了吗？怕呀。下次这给你看高点不行了吗？这真可以。这个真好，欣赏一下这个啤酒啊。可以吧，这个对，咱们一起欣赏这啤酒怎么样？不错的，这啤酒。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大家看吧，一万五是吧？以前这种料还便宜，现在涨价了，这就好几年前这种料的也就这种也都小钱吧。现在料子，现在这料涨不少，哥你们，以前这种是小钱，这种是应该是小钱的这种，像这种跟那个糖块一样这种，现在这种料那个。这种就一个，不是一对是吧？一个。料子好，其实这种料子哈，说句实在话，给做，做什么都好看。对，它做什么都好看，不管是，算是。欢迎进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大家晚上好啊！就是这场外面，我们就换下一场货主了啊。晚上好，哥你们啊。对，下场也是毛货啊。对。好的啊。再见啊。这场是那个徐俊杰徐老板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是好久不见，半年了，刚回来嘛，张大好，张大好，对，对，都是貔貅吗？你这貔貅做的。现在专搞貔貅了吗？没有，还有别的。我说你那貔貅多，上来都是貔貅。不是特别多吧？前百万。好几个
有这两个料子不错。这都是品质货。那是厚料还是两块的？厚的。一个厚的吗？瞅着呗。对，看自己。这个漂亮。哟，现在很少看到这种了。13是吧？对。你看，就这种也可以压那种竹子，但是不够一串手串的，你知道吗？不够。要不留一下。这个压一串得要三个吧，差不多吧，得要三个。你看这13的压出来就13的，所以说很多手串你能做13的话，你都是你轴心要够厚。你如果说你买轴心要压轴串的话，厚度14才能做14的。这13的话也可以做2件挂件的。咦，这料确实好，整料少了。哎，这个飘花飘的美，我还以为是一半的，还是一个整块的。中间没有动过的，对。晚上好，哥哥姐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先让徐老板摆下货，先摆下货。摆完之后都端盘看一下，啊，给他摆的差不多，摆的差不多，先看一下啊。这些都可以摆，两边也可以摆。这个料子，这种轴心料确实是。这种啊，压个偏库吧，又浪费，也不是浪费吧，就也就是大扣，也不是浪费，
做挂件嘛，像这种不适不适合切开就直接这样雕，浅雕的。它这个料子好，做偏扣可以，这个就磨个形状就可以，做宽骨扣都可以。它这个飘花飘的美，它这个表面还没抛光呢。对，光还没拉。嗯，你好，表面还没抛光呢，像这种。钥匙没说。又放在那边，在嗯，五十一。又好。下班了吧？对，你问前台对。嗯，十三。嗯，这个确实是。好漂亮。嗯。这个可以。在针尖那小方面，这个得多少钱？这种，这个听听。十六啊。嗯。不过这个料确实好，哥们。这料确实不错。东西比较好，嗯，对。可以。它这个是十三的话，你看，你看，十三的话，你看这种的话得找大师雕。对。一般你要拿尖的话，很多这种都切开了，它是。切开的话，一个也得6.4的，就耗损的话也6.3左右。6.3的话，你像，吉阳那边雕的话，就找那些大师雕的话，确实是可以，公平，嗯，确实可以。但是，嗯，嗯，嗯，确实是料确实好，雕出来的它这个料不一样。咱们呢，每件货都看一下，大家要看上喜欢都可以说，或者有什么对眼的话都可以聊聊啊。对，我先把咱们货都给哥你们讲解一下了啊。嗯，他家呢就是，嗯，算是品质货了啊。对，都算是那个品质货。嗯，这是那个扳指是吧？对，扳指。嗯。这个是，这个是谁做的？那个林桥，林桥，林桥的。我说的这像大师的是吧？对，他后面有镂空。这是个观音是吧？对，紫色的是吧？这林桥作品。这有点粉紫是吧？对，淡淡的紫，又有轴心料，这个工具还可以。这个我卡一下尺寸，哥你们。嗯，52.3的这个，嗯，7.9的也都卡八了，哥你们，卡八的了，名巧作品，它工差不多也得要上万起步。要啊。嗯，我知道，我们做过，找他雕过。我人家雕的工确实可以。啊，都要排队。对。我不抽的。雕的工可以。是可以。他做。他人家这些都是做好料的，差料人不雕。然后这个也是，这个不是不同一个大师，这个也是郭木海老师做的，都是全做工雕的。你可以欣赏他们的工雕的。他们就是说差料不雕。他们差的料是不接，对，你也不合作。嗯，你不合算的。对。工费贵。我人家雕的不光贵，还是鱼不贵哦。第一，人家。工确实细，是不是？就是记得你100人看，我跟你讲，得90人都能看上。我跟你讲，100人都有100亿都能看得上。是，也有几个人欣赏不来，不一定看上。基本上都能欣赏来。都能来欣赏，只要是对翡翠了解的话，他们工都能看上来。对，回去有那个了解的，一般都能欣赏。对，能工欣赏得来。来，哥哥姐姐们来。他们的工确实不一样。鲈鱼头。嗯。高冰鲈鱼头，后面一刀切。小镶嵌的这种。对，镶嵌级别的。这多少钱？起光的。第一单我也不开价，2380。这是个小界面，这个。这是个小界面。对。
喜欢在哪啊？小界面这样的。我呢就给各界每件都先看一下了，每个都给各界们去欣赏了解看一下了。看这基本站都搬出来，剩下一点多，基本站都不是没我先一件件看吧。还有多少我都忘记了。啊？还有多少我都忘记了。嗯。大学都有，你们需要什么可以做一下啊？这个如意漂亮。林子如意。嗯，它是全是如意头。对。这是属于那个偏那种蓝底的是吧？对对对对对。嗯，底子也干净，棉花开的，哟，这也好，嗯，这是61.9，28，厚度卡实的啊。这厚度卡实的，这是什么价位的？是这个要4万5。4万5，这个料确实好，也重冰重水这个。45000，这个价格确实没怎么开价。对，说实话确实没怎么开价。这个呢，哥姐们说实话，这个确实是一个，也确实是个精品高货啊。他们也是 N9 买过来了，拿着真金白银过来给大家放屋里的啊。哥哥姐姐们有喜欢的可以来看一下。确实没说。大家看上哪可以说，这个料子确实没说。我先从第一个给哥你们看看啊，这件做的是，简单就做个树是吧？对，那个浮雕的。那个迎客松。啊，迎客松是吧？黄山迎客松。对，我就说嘛，就说黄山迎客松嘛。有时候挂在局边做不出来。明白。24小时都有人看着呢，知道吧？因为从24小时都得看着，有人看着，你知道吧？都是，有时候跟你说，有些明星哈，钱出来一直挂在局边做不出来，经常有。云客松都是24小时监控。姐姐们有没有？这个多少钱？这个要38000。38000是吧？这个料子还不错。57.4，然后是47.4，厚度9的。厚度九。可以啊，这个料子，硬壳装，这个料子还不错，素面的这种。这种也是偏素面的这种，对对对，浅雕，浅浮雕的，素面浅浮雕，这个金蝉是一个有带色的带三彩尾的，这是特色件，可以吧？那真可以，哥姐们。料子各方面都是
都非常不错。可以的，品质啊，哟，这个漂亮，三九金蟾，这个金蟾不一样呀，这个色是头部是一个独立色啊，双色这个是吧？对，这个油性好，不是说它抹油才有油性的，搁这本身的料自带油性的，油性好，嗯，种也好，这个多少钱？这个是个精品，这个要卖家要三万。哟，这贵啊！这贵，这种特色件料了，特色件料了，就三万。里边还带雪花棉，这个对，对，这个是真特色，这个你看，就很少很少有这种，这也属于那俏色的，你看很少有这种料做这种漂亮。这是前凸后翘，小蛮牛，很饱满嘛。嗯，对，你看这个金蟾，饱满的很。金蟾倒是。都是常见，都是普通的，但做这种高货金蟾很少。它比这个都好看，它比这个都好。啊，这属于精品行家货，尤其头部独立一个色，包括身后这些黄的，啊，真好看。前面有点那偏，有点那个紫的那样的感觉呀。嗯，这个精品，这个大家看能这个能看卖价三万，这个能看到价的聊吧。一般的像这种品质的特色件都不会便宜，就是这种高品质的特色件，种水都是各方面都是达标的，这种颜色比较均匀的，种特别老的，而且是没就是。画底画的很干净的这种，哇，就是说，嗯，对，它这个雕的确实不错，工也好，这个不是这个，像这个不是普通的工，嗯，就是大家你就是这种料子，你欣赏一下，看它的工也确实是没说，老师傅工啊，嗯，跟那种普通做的工不一样，嗯，它料子不好不会配这种工的感觉，嗯，其他因为金蟾的话。金蟾话，其实的话说难雕也不难雕，说其实也好雕啊。就像那普通的话，嗯，也好雕，没有细节没有那么多，但是这个细节雕的，工作的确实到位。这个就是价格问题，这个三万卖价，这量确实做的可以。金蟾，这个做的是什么？这是飞豹吗？没错，飞天豹。啊，飞豹。哟，哟，这个漂亮。这是梅花鹿。哟，这个梅花鹿漂亮。得深嘞。哟，蓝青的这种，你看这个上面鹿角白冰的，这个翘色两个黄的，咦，这跟小艺术品一样，这个是这更美的。这个鹿做的是，很立体、很形象。这个鹿做的，咦，
这个这不够光的吗？这个拉不够光。嗯，哎呦，也抛差不多了，也都再稍微均抛一下子行用。对对对对对对，已经抛过90%的这种，差不多这种效果了，哥你们。咦，这个料是真精致，做单面级别的啊。嗯，看这个路，嗯，真美。包括这个鹿角，看这光感，鹿角都是起光感的，鹿角上的光感，嗯，这是真好看，是吧？而且还特别饱满。这我感觉这个是，这也是厉害的实物雕的，必须的。没有这树碑，你看这上面都不好雕，而且这个料种老的，种不老的话，你看这种雕这种，鹿角的话，它容易坏啊。你看它这个料子，真美。这停留价得多少钱？这个要6一株。哦，这贵是吧？对。有，那可能这个材料也都贵吧。不过好路，这个确实是第一次见过这么好的一个路，真的，因为看，属于满底色的料子，也是果冻级别的，嗯，这种冰种的，嗯，就说嘛，有时候并不是说它达到高冰它都是好的东西啊，对，像这种冰种料子，它也有很贵的那种。小艺术品，这个欣赏一下吧。这个如果说有眼缘的话，能看到价再聊。像这个不，这个听老板的意思，这个不便宜，这个。嗯。嗯。但是这个料子，他就说实在话，他这个料子值得配用，就是说值得配这种工雕，知道吧？值得。啊，值得配这种工雕。真的非常非常可以，咦，这个就是一个哥你们小，说实话也就是一个小艺术品吧，这个料，嗯，真好，嗯，鹿一般雕这个题材雕，雕这么好的话，王大好很少很少有，啊，很难看到，哟，这工艺都不便宜，嗯，我知道这工艺，这个有特色了，一鸣惊人，有这个形象。知了那个蝉的话，本身这个就是上面就黑色的，身体部分就黑色，翅膀是白的，这更加生动形象。这个多少钱？这1万5。有这个料真可以，那个雕工是真的不错。yeah, 这个画底画的漂亮。对，一鸣惊人，这个是个竹节是吧？对，半竹节，素面的46，然后是16.7，23.6。俏色巧雕的，这个很形象，这个，嗯，你看，可以，看人这个翡翠雕的是真美，哥你们。我们切的工都是好的啊，基本上都我们切的工都是精工的。嗯，都是起步都是老师傅雕的啊。那新做雕不了这种款式，没有这个水平啊。没有没有。新师傅没有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就这个色质的都不好搞。就是很多人就这个色，说句话你不一定能想起来会雕这个题材，你看，是吧？知道知了的话都知道这个位置，啊，对吧？嗯，就这种，对，知了的话可能在南方这边可能没有，
那北方多这种啊，这种是吧？这正是黑色的，正好这种白的。一万五是吧？对，这中签可有机会这种？啊？没机会。没机会是吧？那一次这个大钱能不能聊？对。啊？卖开价，卖价。啊，一万五卖价。对。嗯。他这个竹节也好，有点偏，有点淡的紫的。对，偏。它也不是说那种纯白的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的这种，你看，是吧，哥姐们？稍微有一点的，俏色俏雕，真不错。这个料子题材雕的是真好，独一无二件。这个是绝对是独一无二件，这个一鸣惊人，这个绝对是独一无二件。真好，这个品质。大家看看，欣赏一下子这种，它照它这个，这就是翡翠的魅力，天然的玉石加上这种，就是这种巧雕的工，才能出现这种非常值得欣赏的这种艺术品了，这种对吧？对，真漂亮。这个是一个龙牙是吧？对，龙牙。这件是什么价位的？冰飘飘点花，俏色黄翡的这种，它这个龙牙的话比较厚实。对，比较厚实。比较厚实的。也可以的了。哟，这个是这个龙厉害，果冻，对，果冻料。哥姐们，你看这个料子，你看是不是达到那种胶感果冻？这我们用，你看直观的一眼就看出来了，不用说怎么去看的，那种稍微起点胶感的和那种果冻的或者有胶块料的不一样。你看这种，你看呢，胶感都没有。你看，你比出来，你看是不是？这种连胶感都没有。晚上好，哥姐们，大家晚上好。你看这个料胶不胶？一眼都看出来，这个是像胶水那种凝固的感觉。你看这个稍微起点胶，你看它不一样。你看是不是？你比都比较出来了啊，哥姐。确实是。这个果冻料，这个，哇，这个龙做的可以，所以说这种润，而且种特别老，冰龙。老子老了。对，这赌多少钱这个？这个18万。十八是吧？咦，这个漂亮的这个龙，家人们看，画底无棉无结构，这件也是纯毛货，精品行家货，这个对，都是行家的，行家料子，对。
漂亮。这个料真漂亮，嗯，随便看，对，咱们这都可以放大倍随便看。嗯，哈尔滨打浪之眼是吧，苏哥？棉花的真可爱，十八的，这种料不便宜，这种料都要大万的。啊，那你还过十吗？这个？这种肯定要69以上。料确实没得说，整个大一个果冻料，肉质鸡，你说翡翠能形成这种级别的话，对你这个真是没说，翡翠你说能达到这种，种水各方面都是，这很均匀的这种。种水融合为一体的这种料子很难得的，对，这是果冻那种级别的料子，嗯，就是说它这种不分你我融合为一体的，嗯，确实是啊，嗯，料子是真好，对，嗯，这件高货龙牌，大家有兴趣的我们可以聊。你看背面也是比较平整的这个，啊，对。这块龙牌确实是没得说，我跟你讲，就是果冻料，真好，这属于真品，知道吧？嗯，嗯，很难得这个料，嗯。这个大家可以聊一下，等一下可以聊聊啊，没得说，嗯，龙盘卓心料，这个卡一个尺，我卡个尺寸啊，对，来卡个尺寸。53.5，然后12.6啊。这个是，这是佛魔一念是吧？对，一念之间。他这个工作的也漂亮，这个工，嗯，活魔一念之间，嗯，嗯，嗯，对。这得多少钱？这件也有接近六位数。
嗯，那这个看不懂，这个是吧？但是那个龙是真的是没说，那龙料子是真没说。但是你说这个风魔一剑这个料子，有点半山半水一半一半的啊，是吧？有剑六说那看不懂，但是这个料子，这料是没得说，真好。这两个灼心料也美，这俩是一块的吧？一克，6.5的13的，嗯，这个也是，这得多少钱一块？都是六十五的，嗯，六位数那肯定是的，第二看得。这个珠子呢？有这两是一块的吧？这两颗，徐老板，这两颗是一块的是吧？嗯，对，那四个都是一块的，不一样大吧？我看，对，11.4，嗯，11.。这两个接近，这两个一对多少钱了？那一颗一样。嗯，一颗是吧？冰种的，种冰料，这一对做一对也最漂亮。这一对卖家得要出你的2万8。卖家？嗯。嗯，这个做也最漂亮，这个。做戒指也可以，千兆做也可以。啊，这一个。做一对也可以，都可以，看看您需要怎么做。那是，整一个镶个戒指不错，嗯，高货，嗯，你看像这种珠子单颗的话，厉害是厉害，也是一个，你说呢？这个都是品质货，精品，嗯，欣赏这种货它就是不一样，哥就，对。这观音多少钱？这观音1万2。有两个小精品，一样价吗？嗯，一样吧。起光杆呢？对。两个一万是吗？一个。哦，我说两个一万可以，这个。一个一万。可以，都是有光杆的料子，底色的。嗯。看4.2的。这可以，这品质呢确实不一样，这种货，嗯，东西也确实好，12000，嗯，这镶嵌的品质吧，这种镶嵌这种打镶嵌的品质，对，料是没错的，徐老板家都是一些品质货，啊。都些精品品这货，这普贤呢？对，那普贤立体的，
就这个弓比较稍微一般一点。也不便宜。嗯，就说这个弓稍微一般一点。嗯。但料是好料的。但是你不能跟极远的比。啊，那肯定完胜了。呵呵。料料也是。作品弓倒是起步倒是旺旺旺。那大师弓呢？那不用跟他比了。这龙柱多少钱？龙柱一万多。哟，这是好龙柱。对。嗯，这龙柱确实可以。它这龙柱，它的雕子就是就不一样。哟，这个美，这个美的。这个呢？这一万二。哟，这个漂亮。肚子是满色的，这个肚子是满色的，这属于那种蓝的啊，这种，嗯，穷的那种，干净这种，二十七，三十点四，然后七点五，这个七点五。可以，嗯，这真不错，这也是个精品，这六千差不多吧？那差距大啊！差距大，破万一单，这真品质倒是，这品质确实好。主要肚上面那个色做的比较到位，这个说句实在话，对它肚上那个色做的哥哥们确实不错，非常到位啊，就是你一看上去就不一样，嗯，东西确实是没什么挑，东西确实好，嗯这是扫地松吗？对，但是它也有油。什么寓意的？我也不知道。这应该不是这个，这个扫地松这个。对，我也不清楚。这一般都是大师扫地松，我跟你讲，等武功高强的这种，各位看这种，对，一般这种都是武功高强的。这扣的是达到比如说高冰了，高冰飘蓝绿花的，这个啊，这是高冰飘蓝绿花的，三十七点三，厚度七点一的，哇塞，上农品这种收藏的这种，耶，这还再抛一下子，嗯，算达高冰了，哥兄们。耶，这个漂亮，整个有点淡淡那种天空蓝底的感觉。嗯，有那么底的。嗯，你算，就是它这个色、光感呀、种啊，这扣子这个没什么说头，这个。嗯，这个没什么说头，这个。对啊，嗯，这个确实没什么说头，嗯，嗯，这得多少钱？这个，
这个要20多。20多万。这六位数的东西，呵呵，这种妥妥六位数啊。桌面上的话，它的水头种水是最好一个，水头是最长的一个，种子是老种，这个种子不用说了，水头是最长的。种子你没换清，种菊你没换清啊，换清过没？这是什么？这上面是玛瑙吧？对，玛瑙。下面是无机的是吧？对。这多少钱呢？8800。这工艺，这配的挺好的，这种平安扣，就不一样。好像秋雨姐好像还没送过来吧？我没接到通知哎，秋雨姐。很有灵动性，这个啊，很有灵动性。看光感转的，你这扣就是好，扣不一样，又大又饱满，这个扣子。水，像这种大家，其实像这种货的话，其实说，不用多介绍啊，大家，对，不用多介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大家你，都懂货的，知道吧？这哥哥姐一看都知道，这个是个，这个就不温柔，这个就不温柔，不温柔。对，那比前面这些货都贵，这个扣子，因为素面的嘛，这种，这个有可能是手镯新料做的，也有可能不是。如果手镯新料做，这个手镯得价值不菲。手镯达到这种品质，价值不菲。对。可以，料子，哥姐们，这个料子确实是没得说的啊，品质呀，对，东西确实是好的。可以，看吧。你们家也做珠链是吧？有，都有。那条长串我出呀，你带黄是吧？你放这边也行，放这边我拿方便嘛。是的，哥，那确实是哥，比较出彩，是的，苏哥，这是一个冰种的算盘珠，你也可以换为白种的，都一样的，对，这是卡5.3的，这个。对，哟，这条色均匀啊，对，这条飘蓝水花的色均匀，卡实的，卡重实的，种水也好，底子又干净，
嗯，完美的，这条得多少钱？这个要40多吧。40多万。它这个是中水是真好。踏实的，欣赏看这个，确实不一样。它这个只有卡实的，它没基本这个，比较这个基本上都是完美的了。而且呢，种水很均匀，色花飘的也非常均匀，啊，冰种打底的料子，这种确实不便宜，这种清爽看上去，只要是大的话就更贵了，40。哦，68克。3条手串啊，3条手串、嗯、是吧？3条手串厉害，这条项链是厉害，真好。反正这个水头大家一看就不一样啊，是不是？这个水头一看就不一样啊。不过呢，这水头确实不一样，各家啊。东西 OK， 这个喜欢我们再聊吧。这个反正这个不是怎么说，也不是一般价位的，是吧？这不是一般价位的，这个漂亮。是我，它有这几条，因为它有几条项链，我给哥你们看一下。整体都是蛮 OK 的。嗯，是品，都是品质的。这颗珠呢，这个装饰也好嘞。这应该是卡其的吧？卡其的这种。对。这条是什么价位的？这条也有40多。也要40多。种水好，没办法。种水好的珠子都贵，哼，不是说，确实是都贵啊，确实都贵。珠子，这是6字真言是吧？男款的大颗粒的6字真言。哟，这个中水也好，这是抛过光的，哥哥们。这个不行了。这个多少钱？这个有12万。这是大颗粒的是吧？对。12。那意思这小万没机会，这种没机会。你那个你是毛货吗？那几个，那几个是什么珠子？我瞅瞅。哟，这个挺特色的，这条可以，有点那个藕粉色的。对，带点藕粉。这座是什么？有60多颗吧。这莲花珠。那60多。
两条主串。对。毛货，这条多少钱呢？这条一万二。这可以，这个，嗯。这可以，这个，这条起货可以的，哥哥们，嗯，莲花珠，这条不错，嗯，它这个很均匀的，色系很均匀啊，嗯，厚度8.7的，宽度8.7啊，厚度卡6.7的这个。夏雨哥好，夏雨哥晚上好，这个确实可以。嗯，漂亮。嗯，68克。嗯，60几，我忘记了，反正60以上。60以上。嗯，这中签可能中。中签中不了。这真可以，当手持呀，这个料确实不错。对，都可以。嗯，我都可以当两条带，哥姐们。哥手细的话，你的手还大。手细的话，20多颗，3条都可以。差不多3条。啊？是吧？3条。嗯。藕粉色的，它这个色很均匀，起货是可以这个。哎，这个真不错，这个料子，大家应该能看到呢。这个这还没抛光了，这个是微料的。貔貅头多少钱呢？8500。这是微量的，兄弟们。嗯。哟，这条可以。漂黄翡就是撒黄翡，就是黄翡。这是飘的黄，飘的蓝，这条呢？13.5，45000。哎呦，这个算是大卡位了。对，这个卖价不开价。卖价35000。45000。啊，45000。我盯上35000，这个，这个、可以。哎呦，这条呢？这条卖价呢？这条。20多。这20多了。嗯。看上的都不便宜。南瓜珠呢？这个便宜，这5800。嗯，这个种稍微那个点。对，那是南瓜珠啊、嗯。对，让大家看，看上的都要点那个，都要点价格了啊，对不对？嗯，对，你所以说，你看这种品质，确实是。宏大晚上好，哥姐们好。这是打着果冻胶的这种漂兰花的这种，啊，对，这个莲花是老板说卖价12000，对，这老板卖价12000，我说给他中签的，藕粉色的。全是毛货，这个，对，有60多个吧，60多颗，应该65左右吧，嗯，完美度95的啊，对，98，完美度98是吧？嗯，基本上都是完美的，嗯，就它这个颜色很均匀，就颜色很均匀，60多颗啊，手细的话3条应该可以啊。可以，我2条都完全都可以，嗯，纯毛货还没，这个起货是可以的，老种料，老空老种料，底子还是比较干净的啊，对，嗯，对吧？对啊，
品质还可以，冰的这个。这个对，它这个全部是绑一起项链，对。项链也算是项链。项链的话，你要戴的话，得加个活的扣头。都可以，项链也可以。项链也可以戴。项链也可以，可以到时候给你弄个扣头。就弄个那个纽扣头。对。纽扣头。反正跟这种，反正它有几个款吧，现在这种都是能拆。这个各位3000可能谈这个。3000可能出，徐老板，3000可能卖，好贵啊！3000一个才顶多涨，估一个多涨。我看六十。第一次买漏一个嘛，能漏都漏嘛。我看六十几，我是几多呢？我感觉。让他点一下六十几。我不知道，我点一下六十几。这可以，项链弄个活扣头就可以戴了，哥厉害，那个家。反正就一条，能穷都穷了，多少？65，六十五可以。对，我感觉65的话，你再点一下吧，我点那么的，你点过都点过了。我点的是65。你说65就65。你再点一下吧，没，你先不问65、60，反正都差不多了，可能卖，对吧？你看这鹅魂色的，你看中距这么好，穷货嘛，就一条嘛，以前料的不是现在料的，对不对？这刚做出来的。我知道你刚做出来的，是吧？可能放个漏嘛。啊，徐老板，你熊都给哥说呀，这个因为这个不是多高的货，也不墨迹，你要感觉熊都出嘛，不熊就过嘛。你看能不能给哥露一个。好，露一条给他。露的低，现在我这一年低。对吧，一年来一次，你看。对，我一年来了一次。刚从缅甸回来，你这第一次来了。真从缅甸刚回来。大气啊。来，恭喜宏大，来那个谢谢徐老板放个露啊。对，3000的话，哥直接扣一，对，可以加。如果说那种的话，你可以你看又做什么？又项链，我给你做项链，又那个项链用那个扭的就可以了。对，你看这种做项链轴串，扭的扣头就可以了。用那种扭的话，差不多，哥这种，差不多。你要做项链的话，就差不多。啊，有点短是吧？不短，项链刚好。项链是吧？对，肯定可以。但是要扭才能戴。我给你做一下，来，你稍等一下。要扭才能戴。你剪刀借我一下。没事，哥，你先看看，哥，要扭起来就可以戴。可以戴，肯定可以，项链肯定可以。可以。但是说哥的话，你可以配一些其他配饰在上面。不用，这个够啊，这个一个够。那够。够，不用加。你上面比一下就知道了。那个剪刀借我一下，我买剪刀剪我。啊，前台剪刀哪个台？对。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捡到大漏了。大漏。恭喜哥啊！谢谢徐老板啊！对，我让他给你试一下子。8月23。你看，当然是这么大的都可以。他可以戴。你看，我这男子戴都可以。你看，确实是。还加了这种一个扣头。还加那几个。对。还能再加几个，关键它有可以。可以，我可以给他加几颗吧。加几颗吧。可以。如果有这料，再给哥加几颗。可以，没问题。好的，哥，让他给你加几颗。你备注一下吧，我回去。我知道。找下料子，哥再给你加几颗。可以，没问题。反正今年来一次也无所谓。对。好的，哥。没问题。你再点一下是不是65，我先说一下子。等一下我打折一下，不然等一下那个没打折。可以，没问题，哥，我备注一下子啊。对，多加几颗，回去找一下料子。这个品质可以，谢谢老板啊。对。对，完美度达98的啊。不错，
他那个品质确实没得说。一般这种很多都是短的，手串有，但是你说这长的，长的这个都很少很少有。对，很少。被他推去交几个六子，记起来。接过来，接过来哈。对，我就怕这个买多一个这。对。好的，那必须的哥，这个眼光，这个关键，这个价格好呀，这个，对不对？65个是吧？我现在是65了是吧？我弟弟是几六的？现在是65是吧？对，可以。来哥，你截图扣一啊。对。我弟弟是几六的？弟弟自己雕的是吧？我弟弟。你不就你弟自己雕的吗？刚才说的吗？对。工美都卖到了，真就卖工美，确实不错。对，这真好，我卡个尺寸啊，也是大卡位的，8.7，刚才说是6.7的。8.7，6.5这样啊，品质没得说啊，对，但是你要说这种配的话。除了人家自己做的话才有这个价格啊，没有自己做的话没有这个价格。你看这一个工艺平均一个才多少钱，等于我赚了钱多少钱。刚才飘花手串的话哥，这个我没问，这个6位数，这个老板说6位数，6位多少，那10万6位，那20万是不是，那6位多少，对不对？你给6位，我也知道6位，你得说明白。这个极品啊，小高货。这个老板说是红哥，说25是吧？对。对，是哥，是红哥，对，我没叫错就行。这贵啊，这贵啊。不过这料确实好，卡13呢。这是卡13了，你看这料真不便宜，这种料挺贵，没有实在话，这个是漂亮，眼光一眼看出来，这是他这里面，你看算这种素面都不说了，这种的话，你看虽然它水长，但是没这个种好，没这个种好。对，你看种，你看，虽然说它这个是个水头，它是白的长，但是没这个种好，因为这个肉质极细，你看这里边有点那个小冰渣感的那种，你看还是这种，你知道的，所以有时候不能帮它透，它就是那个好，你看这个是真美，对，这个是贵，我刚才我问一下子，我就给放在那了，对，欣赏这个欣赏。欣赏呀，就跟这个平安扣呀，得天呐，你说是你这个平安扣，呵呵呵呵，这个确实不一样，料可以，吴姐好，我们接着看其他的。这个龙的话，这个片花就偏在了吧？
皮炎库刚才说是，25，桌面上最好的一件皮炎库，对，最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也是算是最贵的，挂件上它是最贵的，对，啊，挂件它是最贵的啊，挂件它是最贵的，我就说挂件啊，挂件它是最贵的，对，也是这个。其实大家都是懂货的，这种皮炎库，大家都知道大概什么价位。对，能值多少？这个都大家都知道。今年这么大件，对不对？对不对？都是老朋友的，都知道什么价位。还有一个就没有那么高，还有，小呀。那小很多，价格也便宜很多。那这个多少钱呢？这3.8万。3.8万是吧？哎，不过这个也好。对呀、啊。虽然说小，但这个也好。这个是我都卡一下了啊，这个好的哥，这个是37.3，37.3乘以7.1的，37.3乘以7.1，这个是23.4，5.4，对，这个23.4，5.4，对，那个这个是超大，但它不是一块料的，这是纯兰花的，这个有点湖水绿化的啊。不是一块料子，但是两个呢，怎么说呢，品质都好，对，各有千秋、嗯、品质都好，这句实在话、嗯、对，品质都好品质都好，嗯，你像这种要做偏阔也漂亮，这种料子，这种13+的，嗯，这种这个做出来偏扣也漂亮，嗯，这种料子，但是呢做出来它肯定是这个是反正这个就是这个桌面上总水水头最好的就是这个偏扣，对，就这个小的话多少钱落，各位呢，小的卖价3万，嗯，这小的这个品质也高，这一节锅大好，这也达到重兵了，啊，重兵打底了，这个他说卖价35000，实在卖价，卖开去实实在在的得多少钱，割出来的，为了现在35000，你看看这种瓶子有没有给你开价，哥你看多少，真的，你看看这样的瓶子，我跟你讲，还有那35000，那有点贵了。这个不是我跟你讲哈，咱们、我在这边哈，我跟你讲哈，我自己挑的都是瓶子高的。我你看像这种瓶子，跟那个都买的比，我都没拿出来。你看我桌上有没有放出来？你就拿这个，我跟你讲，我一年来一次，你看过来有没有给你们放壶里？你都可以拿那个比，那个别那不得那得。不拿差的，咱们卖点瓶子的话，差差的我不拿给你。这是偏货，怕卓哥也看不到价，也是行家货，这个。这是行家货。绿的偏绿这种重冰的料子，重冰重水达到，对啊，嗯，你看平时就知道 BU 晚上好啊，嗯，对，嗯 BUIZ 晚上好，对啊，这个确实不一样，你说个实在价能看到再聊吗，真的这平时你这个得，你这个你三，你意思你这得35000，这没法。你看这瓶子高不高就知道。高是高，但是价格方面。你看我们卖的瓶子，平安口柱子瓶子有哪个差差的？都是高瓶子的。看不到。聊聊交流交流都可以。你看这个价格，毕竟这价格。这五，哎呀，这种贵呀、啊，这种，对，嗯、
好的哥，好的哥，你早点休息。嗯，对，我看差不多吧，这种，嗯，个人看的，对吧？对，嗯，对，每人看东西都不一样，这个人，对。就是交流交流，这个交流交流，嗯，这都买不买这都没事，交流交流。但是老板能不能卖不知道。但这种的话，正常的话，在直播间他们都是卖在，嗯，说句实在话啊，很多就是卖，如果是没箱的话，就是大概都在成交价都在2万多一点，一般都是这样。嗯，我看卖过这种，2万多一点，2万左右那种，对。这种扣的是不，这种扣是好，对，是不一样，这个是不一样。你看平时都是嘎嘎的，嗯，行，它是不一样。林姐晚上好，林姐，林姐好，林姐好，晚上好，林姐啊，对，这个确实不一样。不便宜啊，老板，这个看平时高不高、高是高，但是也得要看尺寸的，这个是这个是不便宜，这个对。晚上好，林姐啊。是啊，对，这个就是小，是哥，了解了解哥，这种我们不急。对，您这老板意思，他的意思还更高了，哥，所以说这种品质就跟相当于见面，这种就是哥怎么说呢，就是先了解了解，交流交流。对，对，我们收货一定要收自己一眼能看到价的东西，对吧？也不用急，这个在都可以遇的，这种就是先了解了解，这种东西是好，确实漂亮，确实有点小。对，这正常，哥，正常。对，有价位落差，这是最正常的。如果没有的话，那不是。现在反正这种料是不便宜，我认为是不便宜。反正货主的话，他那种要的话，可能说那个。我给你看，你看现在的料是贵不贵？我知道贵，在市场这也不便宜，我知道。我们了解一下，谢谢谢谢哥啊，谢谢。对，交流交流。嗯，最大问题是价格，是吧，林姐？我们只有多交流、多探讨一下，才知道每个货品的什么价格、什么价位，多了解了解。对，真好。这个钱袋多少钱？现在是3万。给你看，现在0.4公斤啊、哦！我给你看。嗯。0.4公斤啊、哦！你看一下，我给你看啊、哦。贵啊，填了这节还中不到，这节左右啊，我们最后前今天下午开了标，填到这节啊都没机会。你是几看？平洲看了吗？我看到了。哎，这平洲看了吗？对呀、啊，你看是啥呀？就卖这个好，这料确实可以。你看填了多少？这料是好。这几块？0.4公斤啊，0.4公斤。能用的料是能用的部位啊，只有0.15，等于零点四公斤是没有多少，没多重。0.4不到一斤。对啊，不到一斤啊。等于不到一斤，能用的料等于8连毛。就这一片吗？不是，好几片。几片里面五片，能用的料是只有3连5连用不了，等于0.4公斤只有1/3能用的，你有1/3要用不了的，部位都不行。还带雪花棉呢。对，只有1/3能用。这个料估计哥姐看不到价，哥姐你们更看不到价。你看我们接到多少？你看这是干卖，你看是19号头的，今天下午开了表，开完表没中吧？中不到，我这些又加了7万，咱去都中不到。
货主出了38万没中标。不是，加到45万都买走啊，加到45万，我们是估计38万左右，然后前来前去还是中不到，填了45万下去都中不到，45万也没中。人家一份这样填了2000万，我给你看，最后这个成交了没有？中不到啊，哪里中得到？我说别人成交了没有？成交价。我说别人就买了没有？成交了。成交比人家比你高，68。成交了。嗯，这个只能做挂件。啊？这只能做挂件。做挂件。做不了手镯。有很多部位用不了，像这个，你就看得懂吗？我看，这个。这个我看这个。你看有多种，你看这俩，填了多少钱？但这个我没填，我经济压不起。这2000万。哦。不过这个料确实好，搭高冰的，你看。2000万都中不到，我朋友填了2000万。这个赌手镯的。啊。赌手镯的。没手镯。没手镯吗？嗯，没手镯，我研究过。要手镯就发了。我研究过，就这样，我给你看啊，这一份也没手镯，你们可以参考一下，真的，你们看都。没事。这六十，你们真看不到价。嗯，真看不到价。聊聊天，就是说交流交流，像这种，这种料子，也就是边角料，你看这种边角料，你看这种中老料，它都没有便宜的，所以说为什么一直要求这哥几们一定要买老孔老种料？你虽然说水头短点，但是种一定要够。我给你讲，总够的话，因为同行人、行内人他都知道种，都是会买种好的料的。你们可以，你看很多人研究。这是几万人在研究的料子，不是说你几个人在看，几万人在研究，你可以扩大看一下里面的料子。这个是打点的，那个没打点，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研究手镯的。那个研究手镯的。这是漂绿的，这手镯出的话得不得了。他们六个人合伙填了这件。填了。80公斤。5000万。5000万。对。天哪。中不大，5000万都中不大。贵啊，原料真贵。你又看得懂？看不懂，确实看不懂。现在料子贵，真贵。确实看不懂。真的，竞争厉害。嗯，所以说嘛，哥姐，我在直播间，买货的时候，哥姐们啊，现在是料子确实比面粉确实比面包贵啊。就是说，你看哥姐们，你看所有同行看的，可都是看种老的东西，是不是啊，哥姐们？你看刚才那个也就是冰胶的，但是它种好，虽然说水头不是这么好，刚才那个冰胶的都是看老种料，这是为什么在直播间一直告诉哥你们一定要买种老的东西，就水头稍微短一点都没事，对吧？如果水长的话，那根据预算来了，只要你种够老就可以，对吧？种老一定要买老孔老种料，对吧？一定不要买新冰料的或者种嫩的啊，真那种真不行，哥，你要行内一看，老祖老了，到什么时候它都不会变，什么时候它都不会变，是吧？它不会变的。你说像这种平安果东西啊，你换10年20年，它不会变。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每天都会在直播间说一遍，要大家买老孔老种料，原因就在这，总老的永远都没事，对吧？我跟你讲啊，前几年哪怕你水短一点，不怎么透，种只要够也行。不要老是去追求那个水头多长多长，没有水头长的话，你种不够的话，你买着到手也是没有用，也是价值也不高，知道吧？前几天，如果说你水头长，你种要是够的话，可以，知道吧？就怕你水头长，你种不够。大家买料子一定还是买，一定要先看种，准嘴的，一定要先看种，先别看价格，看准嘴，一定要先看种，这就是为什么在直播间每天都会说一遍，买货一定要先看种，不是说哪件都是老种料，不是。翡翠不都是老种料？有为什么价格差多？都是看它种的是不一样的啊。对，水头色这是根据价钱来的往上加的。你种好的话，你水头越长，你价格就越贵，再有色又更贵了，对不对？明白吧？嗯，对。是的，林姐，是的，林姐，这就为什么说，你看同行人买个料子。几千万买，哪个不都得挑老种料买，行内人家都是看种。去那边几个医生家的大吧，嗯，真大吧？嗯，是。那看那种货，没有几个亿，他就看我。我们去别川看了真的，你说带个几百万去看哦，那是真的不够，人家摘牙粉都不够。你就算买点小的。我跟你讲啊，大姐老头，我跟你讲，我在老有钱。老头。老头，
你别看他这年龄大的老婆，年龄大的老头人家真老有钱的，没看、哦、知道那边大老板多的是，你说几十个亿真假的，真的蛮多的，大吧？你说几千万是不是穿个拖鞋是吗？对啊，你真看不懂。我以前干过去的，我说这老头怎么也过来投，然后我朋友说你别小看老头，他说老头有钱的多啊，他说老头有钱都能砸死你、嗯、是啊，拖鞋一穿你也看不出来是大老板，看不出来，他们真看不出来。嗯，反正大家记住一件话，买任何货，大件小件，不管什么价位，一定要买中老的，明白吧？一定要买中老的，啊、嗯，记得一句话就行了，你永远都不会买差，啊、嗯，对，一定不要买新面料的、中嫩的，嗯。弄哥姐，我这是每天都会在直播间哥姐们去，就是说讲解一下的，就是大家感觉我说对哥姐们有用的话大家就听一下的，如果说怎么，如果说你说感觉说的没有多大意呢，大家就说当我没说啊，反正我是真心的会为哥姐们去考虑的，实话实说啊，我不是说我为了卖几件货我这天天那样说的，不是说我就不卖货也是这样说，就任何人你买不买货问我，我都是这样告诉人家的，对吧？就是买不买翡翠的都无所谓，就我都会那样告诉哥哥姐们，就那样的，一定要买中老的。任何人，只要你想了解翡翠啊，你看他都是这样说的。可以给你们看，你看这多少人在里面竞争啊？这个我知道，是吧？对，明白吧，哥姐们？对你买不买这都无所谓，就是说，但是只要你问到我了，我都会说啊，怎么去选翡翠，怎么样能买到适合自己的，嗯，对，嗯，是吧林姐，那是必须的姐，就是说对我反正不管是新朋友老朋友都是一样对待，嗯，随便咱们都是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所把我自己所知道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对个人一些经验，只代表我个人经验分享给大家就行了，希望呢对哥哥姐们能有用啊，因为翡翠嘛，看眼缘嘛，合适在哪买都一样，不一定说非在我这买，或者说我不是为了卖这几件货搁这讲这些话，没事啊，不是这样的，谁问都说啊，对不对，毫无保留的分享，明白吧，希望呢知道人越多越好啊，对吧，因为呢这样你不会说吃亏上当，真心话啊，嗯，对，中老料你什么时候拿出来它都是不变的，看上去都是好的。这个呢是个九龙护主，对，现在料是真贵，真看不懂，看不懂呀，那料子真看不懂，几千万都不中标啊，还没有手镯味，关键还没中吧？我没去，他们买中不到，天哪，这些都中不到。嗯，那个是有手镯，几千万没手镯都中不了。这个多少钱？这个2800。还没有，林姐，嗯，就是说，姐好的话，他们货主会送过来的，姐姐。对，到时候好的话送过来，第一时间给你们通知啊。对，对。嗯，第一时间给你们通知。这多少钱？好的，林姐，好的，林姐，这多少钱？这个。嗯。卖价吧。嗯。2000块。这个毛笔可以，质量好，种特别老。嗯。好的，没问题，姐姐都会通知的。神笔马良的毛笔，这也可以，这个，对，料太高了，
这串呢？这串没二十几。白冰的是吧？现在这种料贵啊，这种原始，有片料。有这个片花也可以，这该卡十的吧？对。嗯，这个多少钱？这个五万八。五万八的是吧？嗯，嗯，吧，有这个绿的可以，这个很牛的，啊，这贵啊，这个我看过，这种身边也有。我问过这个不便宜，这你这条多少钱呢？啊，四十五啊。我问过。嗯，冰料看几分透嘛啊？嗯，姐你看，嗯，怎么说呢，姐？嗯，你说是冰料的话，对，看几分透。嗯，冰料的话，你要种老的话，就是说越透它越贵，啊。就是底子干净的话，在种老底子干净的情况下都是一样的话，它水头透明度越高，就是说透光度就透明度越水头越透，它价格也就越高，啊，明白吧？对，它水头的话，它就透明度它分为那个不透明，有微透明或者半透明、亚透明还有透明，透明的达到那种玻璃了，知道吧？就是高冰往上那种玻璃了，对不对？嗯，你像那种，亚透明的话，也都算在冰种了，或那种，重冰之类的。你要微透明的话，也就是糯冰之类的，对吧？嗯，啊，半透明的差不多有冰或者糯冰了这之类的。微透的话，也算是达到那种，高糯化那种，不透明化的也就是那种糯的，嗯，对，细糯那种，或糯种那种，对，嗯，你看像这种都是就是比较全透了这种啊，嗯，你看这种都比较全透了，啊，嗯，这种也算是，嗯。嗯，因为用几分来说的话，好多人就是说，几分水的话，好多人就是不太明白几分水，明白吧？你要说那种也可以用一分水、二分水、三分水，一分水的话就是说三毫米，啊，二分水六毫米，三分水九毫米，对吧？很多人说你用那几分水来分的话，好多人就是。书面上字义是这样规定，但是很多人解释就是说明白不了这种意思，啊，明白不了这种意思，对吧？明白不了这种意思啊，嗯，对，嗯，那不透的话，基本上都是一毫米以下了，都不透的。那微透的话就一到三，对吧？一到三毫米。半透明都是三到六了，啊，对不对？亚透明的六到九，透明化都十毫米以上了，啊，你就可以这样分。但很多人话说这种字面的话，好多人就说理解不了，对不对？但是我说那种的话，拿货看的话，比较这种话是比较直观，明白吧？嗯，你可以用几分水来分，也可以用，对，因为这都是。这是奇龙。词不一样，就是词不一样，就是因为这种，嗯，其实意思都是差不多的。因为这种很多人理解不了。我说几分水的话，大家可能说理解不了是什么意思，对吧？一分水三毫米，对吧？二分水，对吧？你要那不透的话，那就算一毫米以下的，基本上那种不透的半分水了，对不对？啊，零到一了，对吧？那一到三都是微透明，对吧？能看到透上基本上很透了，是吧？那也算是微透了吧，对不对啊？微透了吧，对，半透明，那算是半透明。嗯，你像
你要是诺冰的话都算是半透了。这个很好看的，你看那种冰种的，还有说高冰的或者糯冰的，这些玻璃的话基本上拿货比是最直观能看出来的。一般的话这样更加直观的理解，如果有时候说字面的话很多人不是特别理解。对，是的姐，对对对对对，其实它的透光度也和厚薄也有关系，啊，也和厚薄有关系。但是首先你的那个料的种是，确实是正儿八经的冰种料，啊，它厚它也透，啊，你要是那是不透的话，你再薄它也不透。嗯，说句实在话啊，嗯，有的故意骗你，我让人觉得很透。剪它就是再薄，因为它料的种水固定的话，你切的再薄的话，如果说它没有达到那种水头，如果说水头不透的话，它切再薄它也不透，明白吧姐？就是不管它厚还是薄，你看它种水有没有达到那种我们常说的那种种水料，对不对？你像是细糯的或者是糯种的那种，就是像这种它没什么水头的话，你切再薄它也不透，就这意思。嗯，它要是真正意义上达到冰种的话，你不管它厚还是薄，它都透啊。嗯，厚度的话会稍微有一点影响，但影响不大。一般切薄片料那种，一般都是切的都是那种，以前料都做厚，现在就是为了，现在为什么切薄了？他不是说为了让人家，因为很多人买货就是喜欢买那种很透的、很透的料子，因为现在的料子主要是价格太贵，商家为了，节省成本，利益最大化，所以说。很多料都是以前都是可以牌子呢都做得很厚，现在都是一个手镯芯，就像这种都恨不得都要切四块啊，一般都要切三份出来做，他切三份出来做，所以说所以说它比较薄啊，正常以前的话料子充足的话都不会做那么薄的，没有做那么薄，对吧？你看它这个是个冰料，你就这个切的再薄它也是冰种啊，它种不会变。一般很多人是什么上用很薄的料做呢？一般有的就是镶嵌的色料，用那种很薄，色料切得很薄，或者说那些无饰牌那种薄薄的无饰牌，看上去，因为什么样人喜欢买这种呢？就是他们主要是卖，因为大部分买翡翠人的话还是停留在就是说都喜欢买透的，他因为很多人不，他对种不是特别了解，他只知道种水啊，只要你这个是高冰种水就行了啊，我就要买高冰种水的，买这种价格便宜的，真正意义老种料高冰便宜，它不便宜，知道吧？因为很多人他还是停留在我只要他对种水他知道是分类，他知道什么冰种糯种重冰高冰玻璃，这个他知道，你单独给他讲个种他不是特别理解啊，很多人还是停留在我只要买透的就行，他不管你种老还是种嫩，所以说商家就是为了迎合一些客户需求，就要把料子明明厚的话看上去不透，切薄点可能是稍微透光，他只是透光好一点，他透光度好一点，所以说他也不管你种老种嫩，这样的话顾客喜欢呀，对不对？就是顾客喜欢呀，对不对？不是顾客喜欢呀，因为顾客就喜欢透的呀，他考虑的种，但是我们行内人的话，行内人的话他就不一样，行内人的话我们就是要看种了，
对吧？我们就是说你种好，我们再谈下一个水长和水短，这根据价格来决定的。你种老的话，水头长的话，它价格就高。对。啊，色呢也是根据价钱来的。你种老，水又长又有色，那价格又提高，是一个道理啊。对，我们不追求看到有多透，它再透种嫩的话买它没用。那几个是个冰种的，那个贵，这个贵，这个单颗的话，老板是要，刚才说是。绿的话卖价28000，一个1万5。一个15000。一个一万五，这种不一样，跟那种猪不一样。好的猪的贵，猪的你看，猪的好多都看不到价的，这种猪的本身单颗猪本身就贵，单颗猪的本身就贵，对，跟那不一样，品种不一样。这种一看都是好呀，这种一看都是好的。实物更好看，这种就是冰种的。正儿八经冰种的，本身珠子就不限种水啊，种的话给挂件不限种水，这是冰种的，冰种，一般那种价位的话，只能买，说句实在话，小你看大小了，对吧？看它种够不够了，像达到这种的话，都贵这种，没有姐啊，这种比如说是。什么对不起，这个是没有的见，看要看缘分，这种单颗猪的话得要看，因为单颗猪确实不便宜，说句实在话啊，不便宜，尤其是原猪，尤其原猪，你看这种东西，这种它又贵了，这种种水又好了，那每个种水它不一样，你看这种种水。你说哥，你们这种是达到什么种水，对不对？就看单颗。买那种买不到姐，对，买不到姐，对。除非买那种，种稍微嫩一点的话可以姐。如果说，这种买不到，白说买不到姐，这种那种级别买不到。那种买不到，对，买到哪种呢？那种糯化的可以，糯化的，可以买到糯化的姐姐，糯化的，或者糯冰，但是小卡位的应该也可以，糯冰小卡位的，但这种都买不到，买不到，基本上都是买糯化新糯。这种都买不到，明对姐给说一下啊。单颗的话，这种都达到可以说达到小高冰了。你看单颗的话，单颗这种达到高冰了，你看透不透？你看，对，你看这种透，但是这种种老，知道吧？这是老种老料，这老种老料，它越透的越贵。知道吧？它东西再小的都这样，对，拿不到姐，按行内人看出来是拿不到姐，对，确实是，除非是特别特别小，但是特别小的话又镶嵌又不值得了，对，明白吧姐？特别小的话镶嵌又不值得。有啊，林姐有，你真说，今天第一场都有，我这货主都是随机的，林姐有，今天第一场都有啊，可能姐你没上来，可能你忙，有，我这是我看的货主，每个人货主都是随机的，不一样，姐，高中低的货主。我这里都有，都看随机随机的，就是因为我也不是特意说今天
播什么货，明天播什么货，没有，就是说谁约了就可以谁随时就排上去了，因为一般也不怎么去看，只要不是特别垃圾货，不是那种垃圾，就是特别干的那种种内的料，那种是不播的，来了也没有用那种，对吧？一般的话差不多的话都会给哥你们看，高的中的低的都有解，没有说固定说都是看这种货，没有，也没有这么多货主都去做这个货，因为怎么说，每个货主做的品类不一样啊，对吧？品类不一样，就跟做手串是一样，有做高货手串，有做普通手串的，对啊，有做中高端都一样的，每个挂件也是，每个货主做的都不一样，对，也是根据成本来的，是吧？根据自己口袋的钱，跟成本多呢，他资产几千万呢，他是做高的，他小百万呢，他做中等一般的，是吧？几十呢，都做个一般的货，是吧？翡翠怎么说？但是不管什么价位的东西，哥哥姐们记得一定要买中老的东西就 OK 了，知道吧？有，第一趟都有，姐可能说你在忙，姐。对。嗯。对，大家记得，哪怕是买，不管买什么价位的东西，一定要买老种料。你看这种它就老，你看那就不一样，你看。老种料吧，这种是 OK 的吧？虽然说这个是个冰胶料，对。这个玉解不急，玉对，辛苦了，辛苦了，姐姐啊，辛苦了啊。这多少钱？这6500。6500是吧？辛苦了，辛苦姐，真的就缘分到了，就到了姐。呵呵，现在一个翡翠的主要价格是靠它的种来决定的，还要看它的一些其他的话，一个水长水短这个也要看，有没有色也要看，还有它的雕工怎么样，还有它的有没有毛病，还有看它的底妆干不干净，纯净度高不高，这些都要看，对吧？大部分都是靠种来决定的，对，对，在玉，对，我们在玉姐，在玉。缘分到了，对，随缘姐，一切随缘，不用急。对，如果急的话，他不容易遇到好货姐，明白吧？对，我卖货就是一切随缘。这多少钱？这个6500。这貔貅，这个有这个好。这8000。8800是吧？这貔貅的是吧？这个是，这个是，这多少钱？这是扳指是吧？对，13000。13000是吧？这个是13000的，对。对，是的，林姐，我们一切随缘，这可以，这个叫对圈口的是吧？这对圈口，哟，这个扳指确实可以，必须可以，这可以，哥姐们，真可以。这加这一套这么多是吧？对。
这个也不错，这个还得看待与圈口对和预算什么远。对，买这种都叫对圈口。这个大个不认都可以带，这基本上都可以带，这基本上都可以带的。二直径21.3的这个直径21.3的，都可以带，应该都可以带。就是下个问题，多少钱刚才出来？13000。13000是吧？13000。这幅呢，这就这个兵种呢，你看，肚子中水更好一点。这多少？这16000。16000，是吧？这也可以，都是一些说句实在话，都是一些品质货啊，对，确实是，都是一些品质货，料子可以。品质是没得说的，对，品质啊，对，你盘里呢？抽象的，桌面上货差不多看的。哟，这个，这是微料这个。对。这微料多少钱？这个？不到700克。小的是吧？这猪也贵。这猪也贵，这个可能。有这个是微料。对，微料。这微料多少钱？1000克。哟，这工作的好。工作好。也是，虽然这个微料，但这个工作的漂亮。这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老师做的，这个工费拿了8800，这卖家有18000。对，看，在这面，虽然说这是微料，但这个工作的漂亮，是真美。对，看。真可以，这料真可以，那边都没有合适是吧？没有，基本上都拿出。哥哥姐妹，其他的看看有没有看上对眼缘的这个龙，真没说。对，果冻料，你看这胶质感漂亮吗？
确实不一样。嗯，这个如果有兴趣再聊聊这个。嗯，这个兴趣再谈嘛。这个真好。嗯，真漂亮这个。还有这个灼心料，这个再说。姐姐们，看看还有对哪个，赶紧点菜。嗯、差不多到点了是吧？知道。反正我讲的这几个，大家有兴趣都聊了。嗯嗯这件呢？嗯，先六啊。嗯。啊？六万多。六万多是吧？对。料真好，他家料子是也是一个军品吧，对吧？这扣就便宜，这扣多少钱？这个冰浆，这个就价格就便宜多了，是吧？中水，你比一下什么是中水啊？嗯，对比着大家就知道。这个只算是一个，冰料，这个是达到重冰的，你看，这算是接近高冰的这个料。你看，这样一看，中水就看出来了。嗯，对，就我给比一下，中水上这样是什么是什么样中水，直观看是最好的，拿货看是最比较最一眼都能看出来。说的话有时候说不准，说的话各界想象你不一定能想象出来，知道吧？明白吧，各位吧？最好是看货一眼都就看明白了，明白吧，各位们？对，看货是最好的，明白吧？对，对，看货是最好的。嗯，看货是最好的，所以说，大家就是说多看多了解一下，多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每种的货呀，各方面啊，都了解，都对比一下的，对不对？是不是多看多了解多对比一下子？这差不多这场的话，徐老板就收了，哥姐们。对，徐老板就抽了。对，嗯，你得收好拍也行。等下就过来。今天晚上的话，哥姐我们就是我推荐的几个，就是我讲解看的那几个，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哥姐们到时候可以考虑一下的啊。我说谈价格嘛，就是都是价格都谈出来，大家看多少给多少都行啊。对，我们直播间就是比较佛性，大家只推荐品质精品、性价比的好翡翠啊。老控老种的啊，对，咱们只卖品质有性价比的，不管多少钱必须要买到种老的东西。对，大家，嗯，是的，林姐，是的，是的，对，玉有缘人，对，玉它都是，其实每个翡翠它都是有灵性的啊，对，每个翡翠都有灵性的，对，它都会遇到适合它自己的主人，
有的话就是靠一见钟情的料子，有的话就是靠一见钟情，对，很难得。嗯，是的，谢谢，也非常感谢哥姐们一晚上的支持与陪伴啊。嗯，今天的话就是今天就两场，对，今天就两场。今天晚上的直播我们就先暂时到这了，哥哥姐们，我们就说明天晚上7:30我们不见不散了，对吧？对，感谢大家一晚上的支持与陪伴啊，大家辛苦了，对，辛苦了，辛苦了，对，谢谢大家啊。